小心配音，原声片。方琦，把头低下。我低下了，低下了。你要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了，我很不喜欢你的态度，快把头低下。我已经很努力低下了。对了，伞兵同学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的妈妈马上就要来接你回去了。秦老师，帮我把帽子扣上。好的，伞兵小朋友要听话哦。哎，最近生意不是太好啊。什么？生意不是太好？要不你搞点促销活动试试，比如开个大球冰什么的。说得有道理耶。比如多少岁以上老人免单活动啥的，本来老人也不怎么来饭店吃饭，这不没啥损失还显得你有爱心吗？对啊，真是个好主意，谢谢你旅行者。 Day 2，本店开启限时活动，只要是80岁以上的老人来本店全部免单啊。这家店怎么活了？哎，我可以给伞兵取名字吗？流浪者这名字也太难听了，我得起个有个性点的名字，霸气四射的那种。那叫伞兵泡一郎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叫奔子，这也太土了。听我的，听我的。不告凡尘。好心的先生，我应该叫你什么好呢？不，不了，我只是个流浪者，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。不，我一定要知道。糟了，无法跳过。我叫奔天承运，天上天下无敌无双，无念无小，霸气四射，人之礼仪，心无道气泡一郎。我不行，这名字太有意思了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在那天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奉天承运，天上天下无敌无双，无念无想，霸气四射，人至于心无道气泡一郎。不错不错，打得不错，但太弱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一路靠喷火中化他。还没有结束。最近在我看来，你的牌已如风中残烛。出来吧，奥斯。奥斯只能对我造成一点伤害，为何结束时才能再造成一点伤害？在这之前，你已经被我的火困焚烧弹直接攻击旅行者。好的，小姐。这才是新手排老的必经考验呐，娘！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3连关注啊，亲。